一开始都不会唱，后来每首歌都会唱。所以就是喝醉之后才开始唱，喝醉七次之后才开始唱。没有，我有一群人先唱完，然后我们先喝，所以是 second round 的状态。对啊，我会唱音比较高的歌，飙高可以飙高音，然后可以嘶吼的歌，对。我喜欢唱情歌。当点的拒绝再玩。我喜欢张国荣，张国荣，但是我以为那首歌是大家都会唱的。是他们原因，大家都只会唱副歌，对，拒绝在玩，对，我勉强有跟到啊，你有，对，有，大家都有。我通常去 K， 我很少去，然后有去就点自己帮别人写歌，赚一点版费。比如说，你一定会狂乱点啊，管他是哪首歌，全部都会点一轮。但你刚刚点了张学友嘛，你自己有？张学友那首不是我写的。明显不是我的，所以你也会点张学友的歌，因为那首歌很复古啊，我很喜欢那种复古的那种歌啊，那首歌很像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种情歌，嗯哼，对，不会啊，都不喜欢那种，因为念那个大家不会唱的，我会真的很想会唱，谁敢跟我们抢麦克风？可是如果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中间也有可能会互抢。没说过麦克风，不会啊，还好的。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地方，就是麦克风刚好够用。